爸，妈，我回来了。回来了。爸爸呢？回来了。你看我买那么多菜。你又骑摩托出去，还大包小包的，你知道危险的吗？每一次都要我念，念了又不听听，一直要我念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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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爸知道你今天回来，一早就去买你喜欢吃的，他讲比较新鲜。不用那么麻烦，吃你们平时吃的就好了。平常就我们两个人随便吃的。爸妈，我刚才上网订了这些保健品。保健品？嗯，到时候会送到家里的，记得吃啊。另外呢，我还订了一些日常用品啊，水果跟菜。你们平时要吃的新鲜一点的，这样子才比较健康嘛。用心关爱，及时行动，让爱回家。